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Mira， 记得支持十二季度。十二个一齐拍就经已够晒难忘啦，系啊，同我哋上次嗰个综艺一样啊，又系终于五年之后终于实现呢个梦想啦。因为得十二个想拍一套戏，其实都讲咗好耐啦。最难忘咧就系因为十二个人啦，真系好好多人啦，所以拍摄上一定有佢嘅困难喺度啦。咁特别一啲十二个人嘅场口咧，即系有啲群戏啊，无论系文戏定系武打嘅戏咧，都系真系要排得好仔细。咁同埋最尾嗰场打斗就真系我觉得系好精彩嘅。我哋都未试过有一个咁咁长篇幅嘅打斗戏啦，真系咁几长啊，都好长噶，真系十二个同事。一合作打人，一下啫，因为嗰一日应该系拍到凌晨最后尾最尾嗰几三四个 shot 嚟噶啦，咁样，咁但系全日都系拍紧打啦，因为连续开两日都系全部都系打戏咁样啦，咁所以就最后尾嗰个 shot 就只脚要 suppose 要起飞脚咁样类似啦，咁但系就即係太大力，即係太飛得太高，咁所以就變相扯親條筋咁樣咯，係啊，咁但係都好快好翻嘅。我嗰啲我嘅打鬥部分咧就唔係淨係拳腳啦，咁樣就今次可能有好多係真係好似金蛇纏絲手咁樣喺敵人嘅身上邊捲嚟捲去啊成，咁所以其實都要事前多少少時間同武術嘅師傅去練習，即係好靠佢哋喺下底做個底去托住，跟住一齊配合去做一啲動作，所以要一齊去練咗一段時間，跟住先至可以確保拍攝嗰陣時嘅進度係順利咯。我在入面咧就做呢、這個即係個特技咧，就係、是、要易容嘅，即係快速換衫啦。咁有一個造型係幾搞笑嘅，就係、是我要扮一個記者訪問教授啦，咁就要笠咗個假髮嘅。咁我就喺試妝頭嘅時候咧，我笠完假髮咧，導演入嚟係，咦阿 J 咧？其實我就係企喺隔離咯，咁所以我覺得幾得意嘅一個位置就係可以我係咁換唔同嘅衫啊，做廚師啊，做好多啦，係啊，正好玩。我角色係催眠嘅，係就催眠啲敵人咁樣咯，係啊，所以唔係好使喐手，係啊係啊，因為身手方面真係唔夠其他人勁啦，咁所以都。就有個很簡單的手勢咁樣就催眠了，但係導演都找了個催眠師俾我事前去見個面，即係每個人都有相對的職業去有個專業的人員去指導，咁就都有接觸過即係催眠的老師咁樣，係啊。我都相對輕鬆和文靜少少嘅，我個崗位就係做一個控制大局的人咁樣啦，喺幕後做策劃咁樣咯。咁所以大部分的時間都是譬如好似。看住部電腦，坐喺 panel 咁樣話俾大家聽啊！呢、這、一個時候你就要去邊度啦，大家去邊度集合啦，咁樣咯。即係有少少似以前，有少少似以前小學放小息嗰啲老師咁樣就啊，嗰、那個同學禮堂邊嗰度唔好再跑啦之類嗰種。係，我相信冇人控制到大家，我都盡咗力。最難控制邊個？你覺得？最難控制就係一齊咯，係啊。咁啊，因為人多有陣時就啲 schedule 難走啊嘛。期望幾多啊？起碼三百萬，起碼三百萬。OK， 好好呢、這個去得好好咁啊！我起碼五百萬，你咧？起碼七百萬啦，咁加上去，哦，咁啊，起碼一千萬啦。哦，起碼一千萬。嗰張係咪千嘅差唔多？咁啊，咁啊，齊頭俾個三千佢啊！好啊，好啊，好啊。做到就開心。啊，做到有你啦！做到有你啦！大家如果夠票房嘅。發揮下，逐個你發揮下。福利85嗰啲講，即係都未係咪？唔敢亂講啦，係啦。票房好，咁我就會好開心啦，係啊，真係會好開心啦。派福利就我睇大家兄弟點樣派法，我就跟隨下啦，係啦。揾一個人負責派啊，難得人多勢眾，真啊！咁如果揾代表派，就揾副隊長派。嚇！我派啦。我可以派嗰啲福利，但冇咩人想要。我揾翻啲多啲人想要嘅姜涛，不如你派咯。我覺得其實福利呢方面，大家咁排都有睇演唱會，其實都知道其實我哋最大嘅福利就係我隔離呢一位。
哎呀，唔好住啦，做咩啫？关事咩？得啦，都睇过晒啦，关事去边度啊？睇 Jeremy 好睇啊 ，Jeremy 先睇啊。好啊，嗱你梗系有咩福利啊？唱下歌咁咯，唱歌啊，唱歌，哎，有福利啦，唱歌，唱歌，佢话开，系啊，三千万就开 live 唱歌，好啊，好啊。特别啊，咁如果够到某个数嘅话，咁就试下喂咩啊？老生跳舞，喂呢个我都想睇喎。我哋系咁买飞，系咁买飞，买到够嗰个票房为止。咁所以要开心跳下舞啊！希望如果票房好嘅，睇下可唔可以再拍续集或者拍其他番外篇啊，唔同题材咁样再十二个一起拍多啲戏俾大家睇啦。阿翔，我谂因为我谂啊，我估啦，我自己估啦，我估应该可能难少少，因为咧如果要去到外国咧，有好多部门要沟通啊，系啊，咁所以就今次就可能咧惨啲啦。又是那句啦，如果大家想看的话呢，记得多多支持，如果反应好的话，希望下如果有下次演唱会，看看可不可以再走浮再 tour， 可以大一点的场。尽力中啦，尽力中啦，系啊，尽力中。我谂每场都要除晒佢，因为得一场噶咋。除晒又变咗其他 show 噶啦，变咗风马 show 噶啦，变咗到时又。哇！系啊。风马 show 你讲出。我个心想嘅，但系我发觉 keep 咧系仲难过 show， 因为而家尴尬在咧，我瘦咗好多。咁其實啲肌肉量都會跟住瘦嘅，因為其實演唱會第一日去到最尾已經開始越嚟瘦啦。咁但係我又因為消耗量好大啦，係啊。點解消耗量咁大？因為做 show 咯，十六場。我啱啱係話第一日做 show 去到第十六場已經越嚟瘦啦。係啊，你講。唔係，繼續。同邊個？係啊。由先話到話，好攰。哦，冇啊，滑雪咯，係啊。哦，唔擔心票房，因為都好似開售咗兩日啫嘛，係啊，咁所以就俾少少時間佢哋啦，係啊，開。又話有好多 fans 申請唔到美國 visa 啦。哦。呢個就又我呢個就未知係咪嘅，但係我都知道都有好多 fans 都申請緊，係啦，咁同埋都係開賣咗兩日，所以就俾啲時間啊，等佢哋申請到，咁可能個票房就無端端有一日就冇曬啦咁樣。睇十二怪盜啊！十二怪盜，三月二十八號，十二怪盜。會唔會順便帶家人去巡場嗰度？我會，我屋企人會首站英國會一起去，因為都好。咁啱完咗嘅時候，有一兩日可以同屋企人見下面，咁就當好耐冇同佢哋去外地，即係郊遊過啦，就一齊去下外地，順便就。因為真係只係有一日可以見到佢哋啫，即係又唔可以話當一個旅行一個 trip 咁樣就唔好去城市啊，千祈唔好去城市啊！我去揾啲花草樹木嗰日就。有冇人屋企人有去啊？即係有冇家諗定有屋企人有嘅。屋企人都係會去英國嗰站，係咁就當去過旅行啊，因為好耐冇去過英國啊。交唔交友啊？唔交友，都係比較市區啲嘅。市區交友就係㗎啦。都係做咩啊？你理得人啫。會唔會特別諗多幾日啊？想嘅，但係因為其實都即係。係啦，因為有工作，所以就留唔到同佢哋一齊玩，但係就當係咯，請佢哋去下旅行咁樣咯，俾佢哋係咯，佢哋自己想 stay 又得，唔 stay 都得咁樣。係巴扎。美國？加拿大。咁會唔會睇你加拿大？我唔應該未確實嘅，係有機會就可能會嚟，係叮一叮。阿依人咧？係。妹屋企人去，我冇表妹喺加拿大。你喺演唱會度話同阿爸阿媽冇乜溝通。哦，係。因為我哋今次過去主要 tour 巡唱做嘢，咁我希望就係如果我同爹哋媽咪去旅行，就係我可以好專心照顧到佢哋，同佢哋一齊玩咯。因為我哋過去巡唱嘅時候都要好 focus 喺個表演啊、彩排啊，相信亦都會有好多林林種種嘅行程安排，咁係關於工作。
咁就所以係遲啲啦，留翻遲啲自己真係放假嘅時候，就先同佢哋真係旅行放個假咁樣。